看这一题，他说哈，假设 P 哈是这个双曲线上面的一点，好，现在哈假设哈有一个双曲线，好是这样子，然后 P 是上面的一点，好，那我现在过 P 哈，做呢两渐近线的平行线，好，现在呢两渐近线是这个样子。哦，这是两渐近线，然后过 P 的话做两渐近线的平行线，两渐近线平行线，然后这样就可以围成一个平行四边形了。啊，他要你证明说哈，这个平行四边形呢，它面积等于二分之一 AB 的。好，那这怎么做哈？我们现在来看哈，我们说哈 P 啊，这一点 P 啊。P 的话，我们可以用参数式。P 这一点的话，哈，它呢 x 坐标哈，我立三等于 a second 哈，西塔。那 y 坐标是等于那个，b 哈，这个呢，tangent 西塔。哦 ，b 的话 tangent 西塔。好，那现在的话，哈，我们现在好求另外这个焦点，这个焦点我叫 P1， 啊这一点是 O 嘛，我只要这两点得到的话，那我们晓得哈，这可以形成一个向量，好，这个向量哈，这个三角形面积哈，我们有个公式嘛，把它带进去，好，那个公式的话叫做啥，就是那个，这叫 x0 y0 好了，啊这是 x1 哈 y1 嘛。假设我这一点得到以后，那么这个三角形啊，三角形 OPP 的面积就等于多少？二分之一哈，然后是 x0y SEY 啊，取绝对值啊，这个因为这个是平行四边形嘛，所以这个三角形面积的两倍就是这个平行四边形。也就是说哈，平行四边形的面积哈等于这个两倍，那你就把它乘以二，也就是说这个平行四边形哈，这叫 P 二好了 ，O P 二 P P 一，就等于多少呢？等于 S 零 Y 零 S 一哈 Y 一，然后把它给取大写，所以我现在哈要找出这一点。找到了以后的话，把它带进去，然后把它算一算的话，可以证明是等于二分之 AB。好，那我现在找这一点。好，首先呢，我们看呢这条渐近线哈，这两条渐近线呢，可以什么？可以由这里得到，我令它等于零，可以得到两条渐近线。这两条渐近线呢，分别是吧？我令它等于零以后，分别是 a 分之 x 加上 b 分之 y 哈，等于零。和 a 分之 x 减 b 分之 y 等于零啊，你把它乘起来的话呢，就是这个等于。好，那现在呢，这一条，这一条渐近线它斜率是正的，所以是这个，这个。好，那既然这个的话哈，那我现在哈，然后这一条直线啊，它跟什么？跟这一条的话哈，要取交点，就这一条哈，要跟呢这一条直线，啊这一条直线它通过呢 P x 0 y 0，哦这 s 0 y 0，通过 P s 0 y 0，然后它的斜率哈，因为它跟它平行嘛，所以我现在哈可以就令哈令这一个这一条直线哈是什么呢？这一条直线是 a 分之 x 哈。加上呢，哦，这条那个直线哦，它的方向向量哦，跟这一条是一样的，所以我就哈，那这一条直线方，这条直线这个，我又就用它的方向向量呢，来呢，代成它的方向向量，因为这两个方向向量一样 ，a 分之 x 哈加上 b 分之 y 哈等于 k 啊。那因为这条，这条直线哦，通过 S0 Y0 嘛，所以我就把它带进来。
带进来的话就得到什么呢？得到这个 K 等于多少？ K 等于 A 分之 A secant theta 加上 B 分之 B tangent theta， 把它约掉。所以 K 等于多少？ K 等于是 secant theta 加上 tangent theta， 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这一条直线就做出来了。这条直线的话，我就直接把它写下去了，等于多少呢？ secant theta 加上 tangent theta， 然后再跟好这一条呢取交集，这一条就是这一条，这一条是 a 分之 x 减掉呢 b 分之 y 哈，等于多少？等于零。好，那我把它加起来，把它加起来的话等于多少呢？就 a 分之 2x 哈，等于多少？加起来 secant theta 加 tangent theta。 好，然后的话哈，一减就 b 分之 2y 哈，等于多少呢？也是 secant theta 加 tangent theta。 所以我就晓得哈 ，P1 这一点哈 ，P1 这一点哈，它那个 S1 坐标啊，等于多少呢？我把它除过去，就二分之 A 啊，这个多少 ？secant theta 加上 tangent theta， 然后 Y1 哈，就等于多少呢？除过去，二分之 B secant theta 加上呢 tangent theta， 哦没有。刚是这个减这个减下来，哦，减下来也是一样，加 tangent theta， 这样子。好，那这样子的话，所以哈，这个平行四边形哈，这是 O P 2 P P 1的那个面积哈，等于多少？就等于那个取大小，然后 S 1 S 0 Y 0就是 A。secant theta b tangent theta， 然后这个是二分之 a secant theta 加 tangent theta， 然后这个是二分之 b secant theta 加 tangent theta， 这样子，它取大小。这里的话哈，有什么东西可以抽出来？有二分之一哈，这个功能可以提出来。二分之多少呢？二分之一哈，绝对值 ，secant theta 加 tangent theta， 绝对值，好像二分之一可以抽出来。还有 a 也可以抽出来 ，a 给它抽出来。还有 b 也可以抽出来。好，然后剩下多少呢？剩下 secant theta， 这一 tangent theta， 这一，然后也要取绝对值，然后这个会等于多少呢？这就是 secant 减 tangent， secant theta 减 tangent theta 乘以 secant theta 加 tangent theta 就等于 secant 平方减 tangent 平方，所以这一项哦乘以这一项哦刚好是一啊。这两项乘起来是一，哦，还有加绝对值嘛，乘起来是一啊，所以等于是二分之一 ab 啊，哦，因为这个乘以这个等于一，因为这个是 secant 减 tangent， secant 减 tangent 乘以 secant 加 tangent 等于 secant 平方减 tangent 平方就等于一，所以剩下二分之一 ab 啊，所以这就答案，这就得证了。